最近网剧很火，河神白夜追凶的出现让人转变了网剧就是粗糙的惯有印象。除了当下最火的白夜追凶外，还有一个网剧正在默默更新中，那就是由刘镇伟导演、黄子韬主演的《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》，主要讲述了至尊宝经历尘世爱情刻骨铭心的痛苦之后，领悟到众生皆苦的本质，决心追随唐三藏继续西行取经的故事。这部网剧总共53集，黄子韬饰演至尊宝孙悟空，紫霞仙子由一个新人演员来演，还有其他的配角，或多或少都有过代表作品。不管如何，有刘镇伟、黄子韬的加持，这部剧看点十足啊！一开场就是模仿周星驰和朱茵在城楼上的戏份，桥段虽然是照抄电影，但是黄子韬版的至尊宝和周星驰版的一点都不像，来感受一下这段曾经有一段感情放在我面前的经典场景重演。然后黄子韬霸气搂个妹子，对着落日在逆光之中吻了上去。看过这个开头，你愿意追一下这部网剧吗？